我觉得这个没有护航的问题哦。大部分的国民党议员都认为专案报告的时间就在开议的这个时间点，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急忙喊冤，因为前一天市议会召开临时会，要决定台北市长蒋万安为儿虐案专案报告的时间和细节，但蓝营议员却集体缺席，被质疑是技术性流会，要护航蒋万安。监督市政或者监督社会安全网，不是只有民进党提的临时会这个形式才叫做监督。如果不如他们的意，他们宁可退席不发言，放弃自己的权利，这个才叫做作秀。我就问，这是议场还是秀场？反控民进党作秀，不过人在外头等着却不进去开会，就连网友也不能接受。钟佩君脸书被灌爆，有人指出前面不进去签到，事后发言的意义是什么？有人更酸，原来前几天关心虐童案也是演技吗？当初踢爆儿虐案的陈秉甫也没躲过民众怒火，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频频被酸，还有人留言提醒他：“你是事主。”国民党的台北市议会党团就是故意流会，就是凯凯凶手的帮凶，就是保卫蒋万安这个王子。不要跟我说一堆什么之后这个正式会议也可以开啊什么，现在那就是避风头嘛。你就是技术性让我们流会，等到谈话会进来有什么意义呢？今天要对的是台北市长，我要跟台北市长质询。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你能负责到什么程度？你不敢面对议会，你不敢面对社会大众的沟通，所以这是我们最生气的。尽管市府表示将在开议后一并说明对于虐童案的检讨措施，但就怕时间一拖，外界的关注力也会慢慢消失。民视新闻陈然、曾承洛、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